知名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长老发育》。咱们大家知道看那个送子观音吧，他拜观音菩萨，他就求给他个儿子，送他个儿子。那人家拜观音菩萨求解脱，就观大慈大悲啊，使我解脱了生死。他求的目的不同，问题是在这儿，知道一切无殊意，诸佛法如是，一佛都是舍的，有了太阳。入日无云翳，普照于十方，光明无异性，诸佛法如是。有太阳出来普照十方，有照不照地方没有啊？很多照不到的地方，它是普照的，它没给你做障碍，是你本身呢，你承受不了啊，因为你见不到太阳。佛法，佛教导教授的方法，佛所说的法，它是普遍的、平等的。不管你贫富贵贱，瘦腰老小，男男女女，什么差别性都没有。但是有闻有不闻的呀，那你不要怪佛呀，怪你自己业呀。太阳没照到，你怪到太阳吗？是你自己做障碍呀。经常做入世思维，犹如空中月，世间没不见，飞跃住往其处，诸佛法如是。空中月，咱们刚过八月中秋，那么好多道友恐怕在屋子里头就没看见月亮，它这亮的程度如何，我就没看见，我没看呢，不是月亮对你不照。是你不去观，你不去观呢？佛法也如是，这道理大家都懂的。譬如大梵王，应现满三千，其身无别异，诸佛法如是。这个比喻我们不大啥知道。大梵天王在三千大千世界里头，这四现的一切处都有他，都大梵天王在那教化众生，也诸佛法如是。这个比喻我们只能这样说了，地大地，极乐世界的大地，南方不动世界的大地，这个大地是一啊，大地，跟我们说吧，这些大地，总说一切法是一这个，这个差。刹就诸佛的法，诸佛教化的这个刹度，佛说法这个处所吧，刹就指着佛刹住所的，就是土地的处所，没有圣烈的。那为什么极乐世界是那样子，娑婆世界是这样子，不动世界又是那样子？这就是业，就形容着我们的业不同。比如说火烧，火大火，它不管你什么木头，它不选择说这个木材是好烧不好烧，它也没说这是煤炭呢，昨天你看那火山爆发，昨天电视上的火山爆发，把那石头都变成火了，石头都变成柴火了，
石头烧的冒火，石头还起火吗？但是它就是啊，那火山爆发都是石头烧，石头变成火了，嗯，这叫不可思议啊。就是一根多是无量的，说佛教化众生含义都入世，都入世。关于这段的经文嘛，大致就这样讲了，不去再形容去了，嗯，再形容再去重复反复解释，目的就是让我们理解，理解关照，关照理解。尔时闻如是利菩萨闻目首菩萨言：“佛子啊，如来的福田等一无异，云何尔见众生不识果报不同啊？所谓的种种色、种种形、种种家、种种根、种种财、种种主、种种眷属、种种官位、种种功德、种种智慧，而佛与彼其心平等，无异思维。文殊菩萨已问得手菩萨完了，又问目首菩萨，如来的福田，我们承认如来是福田。大家看着我们比丘比丘尼的衣吧，我们这衣就是学佛的福田，说衣上一块一块一块，嗯，福田相就叫福田衣，嗯，三宝就是福田，田是土地，这块土地种什么呢？不种高粱谷子，种的是福田，这个土地种的是福。这福没有义也没有义，见了三宝了都是种福田。佛法生三宝没有差异的了。为什么众生的布施的果报不一样？你也不是一块钱，甚至他不是一毛钱，你不是这一块钱呢，还没他一毛钱的福德大，什么原因？同下种下同上种子了，你总不同过，就是你种福的时候，你那个心呐不同。心不同，你发什么心种的？嗯，像我刚才说，我们拜忏，你拜忏，你身怎么惯想的？能拜，能理所理，性空寂。如果是你能惯想，我能理的我所理的佛。它的体性啊是空，是寂灭寂定的，如一体性，就是一个体性，既是空的，能理所以是一个的。为什么感应道交难思议？这不可思议的，这里头有不可思议的事儿了。就是这个问题上，所以福田种福田的不同，佛在世时候，一个贫女捡了一枚金钱，就捡个金元吧，他就自己生起了一个大寺院，他本来是讨口子的，要饭的，捡到这么一枚金钱，他就想了，为什么人家都那么富贵，我又没穿又没吃呢？人家大概中了福了，我没有中，
那我现在捡这一枚金钱呢，我全部供养佛。你到油铺里打油，就是这一枚金钱，他全部买油。那卖油的老板看见他拿这个金钱，说：“我看你穿的呀，吃的很困难，你为什么把这个都买成油啊？你还买点粮食吃吗？你这衣服也没有，衣不遮体呀，做件衣服穿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的，我不是这想法。”那我过去生啊，大概没布施，没供养过，我就把这个钱全供养佛，把这个买成油啊，都全供养佛。那这油老板就受他感动了，说：“你打油得拿个家伙来吧，连个盛油的东西都没有，我给你做到哪里啊？”他说：“好了，我给你个坛子，那么我给你这个都给你打上精油。”而且供养佛呢，坛子是我的，油是你的，我随喜你的功德了。那他就把这个买这枚金钱油呢，就从到了那个佛的灯里头去，供佛的灯里头，等到了。他供养油这天呢，正赶波斯匿王，国王啊，拉了好大车的油哦，那所有灯都供养满了。赶在这夜间点着了，第二天早晨，那天是目犍连尊者当值，就是当香灯司。早晨目犍连尊者就洗灯啊，早晨都要洗的，一切灯一洗就洗了，只有这盏灯洗不了。他就不相信用他的神通力来熄灭这灯，洗不了的，越洗越亮。佛就出来跟他说：“说这个灯你洗不了的，你的神通，你所证得的智慧，灭不了这盏灯。说这盏灯叫洁净石，洁净石。别看它很少，它的力量可大了。什么叫洁净石呢？说全部的财产，它全供养了。”咱们布施啊，得靠有余的、随缘的，先把自己生活，别看那个一供养母多少万多少万的，说功德大，不入故事那一毛钱，有时那一毛钱的灾你消不了的，一万块钱的你还容易，就看他供养的心，问题在他心。福田是没有一没有义，看你什么心来供养，他这个洁净是来供养，这个是指着福田，跟我刚才说的你那礼拜，你的礼拜，能理所理性空寂，这个就不同了，这是成佛啊，这供养的因是我要成佛。磕一个头，乃至单合掌小低头，这功德不可思议，比你磕一万个头，一边磕头一边想别的事儿，这个问题很大的，就是用心入何，而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说你那个心呐。三心二意的妄想心、贪耐心，什么心都有，那你这个礼拜诵经功德效果都不大的，有福德。所以你要一心，为什么咱拜忏也好、念经也好，告诉你的一心，你能达到一心吗？问题就在这儿，如来的福田。没有分别的，没有差异的，就是众福的人，他什么样用心种，对，所以众生的布施果报不同了，果报不同了。
我们一般的说，供养钱多的福报一定大，供养钱少的一定福报小，不是在这个物质的多少，注重在心里洁净是，对，或者用身体的布施，看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，早前日中日出，用无量的身体供养佛；日中又用无量身体供养佛；日末又用无量什么？一天三时，每一时都用供无量身体诸佛。不如诵一部《金刚经》的功德。佛说的，大家读《金刚经》都看到了，是吧？我们好多道友每天都要诵《金刚经》。你怎么送的？他施这么多的身，我说功德还没有送一部《金刚经》的功德大，原因在哪里？那个他怎么用心求什么？这送《金刚经》的，他达到的空性。达尔般若智空，成佛的种子，一个是出世间，一个是世间福德，这两个绝对不一样的。所以福田是等平等的，没有异，没有异。众生受持果报不同呢，不同就在此。所谓种种色、种种形、种种家、种种根、种种财、种种主、种种眷属、种种官位，啊，种种功德、种种福德，佛对这一切的心情平等，其心平等，没有另外的思维，就是如来的福田是平等的。那么众生的布施的果报不同了，因为众生心它是不平等的，各个所求的愿不同，他所希望的不同，也去引起了种种的不同。目首菩萨答复文殊菩萨所问的，有用地水火风答。譬如大地一，大地是一个，随类各生芽，看你怎么种的吧。说你种黄豆，种芝麻，种什么长什么，不是平等的，与彼无怨亲。说大地呀，对一切事物是平等的。你种什么种子种下去，发什么芽。佛对一切众生平等的，没有冤也没有亲，就是佛的福田，你供养三宝，对着三宝，它福田的差异，果上的差异，是你供养的心差异，不是田差异，这个道理很好懂了，犹如水一味，因气有差别。你那个拿瓶子装的水，拿碗装的水，拿个大锅装的水，你拿一大车拉的水，那是你的器皿容量有差别呢。佛送的佛的福田也如是啊，这是平等的。众生心故意，因为众生的心意了，所以受的果报有差异。当你布施供养三轮体空，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，没法限量的，能施所施，我能施的人没有，受施者没有，无哪相无人相吗？我相没有，人相也没有，还有受施的物，拿什么使，或者是供养钱呢、啊、或者供养一个饼子啊，乃至供养一件物件，供养衣服、啊、都算了，没有这个形象，没有物，这叫三轮体空。
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识之物。这个时候得的福报呢，成佛的福报，空无相无愿，这全才是明，这才是真正的供养。福田已如是，是你看你什么心。我供养，我求来世啊，我看你当官发财的好，我将来世也当官发财。你这样供养呢，就来生就得到这个报，一报就完了。但是你当官发财是可别造业，哈哈！现在当了官了，发了财了，造业去了，不但你今生的福报一尽，来生又还报去嘛。如果在福报上再增福报，福报又再增福报，你很富贵，又在那个供养三宝了，修眠布施众生了，施舍，这是看你的心如何。你入宫幻寺，能令众欢喜；佛福田入室，令众生敬悦。佛的福田呢，令众生升起恭敬心，升起欢悦心，就跟那个变魔术的那个魔术是一样的。他的目的嘛，就是让你欢欢喜喜的，啊，那挣几个钱儿，就是这个目的。若有财自亡，能令大众喜，佛福田入室，令众悉难乐。有才有智慧这样的国王，他能使他一国家，他的政策能使他国家的人民难乐幸福，人人都欢乐。要碰一个不好国王，国土危脆，风灾包灾，灾害四起，邻国互相仇杀，那这个国王就没得智慧了。大众不是欢喜而愁恼，那他做这一生做国王带了很多罪。这都拿这个形容词，形容什么呢？形容佛的福田。佛的福田三宝给众生，是修福的田地。财自亡，这个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财自亡，好多国家不是国王的制度，大众一小众领导一大众，那随时换班的，随时换班的嘛，各个国家的总统，那四年一选，这四年你造了很多的罪，仅仅是四年，未来要还债呀，四百年、四万年、四千万年还不清楚的了。那为什么这个国度里头也有欢喜他这个政策的？他制定一个法令，有欢喜的，也有不欢喜的。这个就不同了。就跟那个福田有差异。但你在这个福田当中，福田是平等平等的，但是这个你种的不同，种子不同。是吧？那你得到回扣呢也不同。有种比喻，比如净明净，清净的，很明显的那镜子嘛，像那玻璃啊，你好几天没擦了，它就不清净了。当那镜子不清净了，反映的情况呢，所现的像呢，就不真可了。明镜的，你什么影像它都现，什么影像？对，就是佛的福田就明镜似的，你的影像就是你种的福报，你种什么现什么。
种的深现的深，种的浅现的浅，这都要意念，意念心为主导，心为主导。赶紧怀抱呢也入世，是吧？因种福田种的时候是因，赶紧受报的时候就叫赶果了，赶的果不同。如何切得药，能了一些毒。阿弥陀药呢，在印度呢说，它梵姆华严叫普去，普遍的遍，去是去没有了的那意思，普去就是那个这个药啊，能使你一些病都能好，能治一些毒的。佛的福前也入世啊，说你中福了，看你求的什么，你求的世间。衣食住行的福吧，这也是求啊。但是福的福田，我种下去，我要断烦恼正菩提，灭除一切烦恼的忧患，那这个发愿就不同了、啊。不求世间的衣食住行的福吧，只求断烦恼正菩提，这要除烦恼毒。已入日出时。照耀于世间，佛福田入世，灭除诸黑难。咱这要想求明白，这个问明品啊，要有智慧。有智慧就破除你那个愚痴。在佛福田住了，就使你这黑难消失，渐渐的能成佛。看你怎么求的。这得看众生什么愿。我们每天你求从早上睁开眼睛，每天所遇到的，吃饭穿衣服，下床洗脸，进洗手间，所有一天一切做的。都在福田当中，看你会种不会种，看你下什么种子。这个将来我们讲净恒品再说吧，就是善用其心，清净恒，从你一睁开眼睛起，一直到你睡觉。文殊菩萨告诉我们，发140种大愿，那是自首，自首问文殊。说的净恒品，到那个这儿，那个就翻过来，跟这个是对照的，你讲起来就知道了。一切都平等的，看你怎么种吧。比如披蓝风，普震于大地，福田犹如是，动三有众生。三有呢，有时候说九有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。三有生死的众生都是，普震，风是普震，披蓝风，很大的风劲啊，能普震的时候，佛的福田也入世。譬如大火起，能烧一切物，福田一瞬烧一切有为，在佛的种，佛的田种下去是了生死的。正无为的，这个火是什么火呢？智慧，智慧火，能把一切物烧掉。佛的福田也这样，能给烧掉一切有为。一切有为法是空的，空的。那你？有为变成包，有为烧完了，就剩的都是无为了。无为还有吗？无为就没有了。无为是对着有为说的，有为正是显着无为的。无为就无作，无作就无相，无相无作无相还有受吗？那就是般若智空了。佛的福田就如是。愿意这时候皆证无为。
而是文殊师利菩萨问勤守菩萨言：“佛子啊，佛教是一，就说佛教，佛教是一，众生得见，云何不去悉断一切诸烦恼法而得出离？”问勤守菩萨，表示精进的，精进的，说佛子啊，佛所教授的一切的言教，一切的法，众生得闻得见的，为什么他听了不去断烦恼啊？为什么不处理生死苦海啊？言起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无明贪爱，无有差别，是在佛教与诸众生会有利益，会无利益。佛所教授的，咱们就说是教授，是要么回归我们的体性，体性是一。那众生为什么不求出离，不去断一切的烦恼去出离？五蕴三界，那是最无明贪爱根本。佛教授一切众生都入世去求出离，为什么有的众生得到利益了，闻到法得到利益了，为什么众生闻到法他又不得利益？会有还没有闻到法的，说是众生断烦恼求出离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异的。佛所教授的方法都是，目的就是这么一个。为什么有差异了呢？懈怠。勤守菩萨答复的，勤守就精进呢，精进就是对他懈怠的。我像我们每一位道友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在座的道友，都知道，都知道断烦恼正菩提，断烦恼方法我们也都知道。为什么不断呢？为什么又断不了啊？为什么都有苦寂灭道？断烦恼就是把你这个感苦果的因把它断除，正处离是灭，苦寂灭道的灭。这是平等平等的，佛所教授的方法都入世。五蕴呐，十八戒呀，佛要叫你出离呀，就你断呢。我们也知道了，也知道要断烦恼正菩提啊，也知道方法了。礼佛呀，拜忏呐，念佛呀，诵经啊，参禅呐，静坐思维啊，都知道，不去做，做的不精进，做的不精进。问的勤守，勤就是精进。那懈怠了，懈怠成不了佛。知道了，知道不去用，没办法。这个惰性啊，无始时来的，很多的。有人问嘛，说当人说是馋当厨子，要是耐吃东西啊，嘴馋呐，就当厨师去吧，一天都可以吃，还先吃。懒呢，不愿做什么，馋当厨子，懒出家。说你要懒呐，你当和尚去好了，这是完全错误的了。
他根本是社会上不理解和尚，不理解不教我们出家人干什么。唐人一首诗，铁甲将军夜渡关呢，当那个大将军的作战的时候，说古来的时候，他穿着铁盔铁甲，那早先夜间呢多冷啊，本来就很冷，那穿着铁盔铁甲，铁是生寒的了，啊，这是武将啊，朝朝四漏五更寒，当文官的，大家看着上朝吗？那个早晨刚天都还没亮，必须得没亮之前，王登殿的时候，说朝城四漏五更寒，就是做官呢，那很不舒服的，日出三竿升未起，太阳都出了三竿就很高的太阳了，和尚还在睡觉。看来名利不如闲呐，争名夺利啊都不如休闲的。我说注意，这做这首诗的人呢，根本他就不知道没有佛教，他也没有体验体验和尚，比丘尼，他怎么生活呢？那么在北京时候，那就有一位。他也不怎么信佛了，他了解。他说师父，我看你一天很忙哎。我说是很忙啊。他说忙个忙什么？说忙自修啊，忙帮助别人修啊。他就给我念这首诗。我说你错了。我怎么错了？我说你知道我们和尚一天做什么事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说日出三竿升未起，是我们和尚已经上殿过堂完了，要休息一段时间，我们还有第二步工作要来了。你看见吗？日出三竿升未起，和尚会睡回笼觉的时候，那叫我们叫回笼觉。为啥呢？上殿下来了，休息完吃完饭有一个时间休息，大概是一个多钟头，或者出坡呀，或者上课呀，像我们上课的时候休息，然后我们吃完饭嘛，大概是现在以我们这说嘛，七点钟不到一点就吃完了，解灾完了之后了，这个中间上课的时间有一段时间，那这会儿呢正点睡一睡，再睡个回笼觉吧，身体不好。那这段被人看见了，日出三竿升未起。说的好处呢是什么？放下吧，名利放下吧。那完了，那我们和尚一天睡大觉还成什么道啊？成什么道啊？成不了道了。精戒就是现在我们大家一天，我们出家人睡好多觉，你工作好多个小时。我们这工作是给自己啊修行，修行也好，听经也好，文法也好，乃至给人家回向也好，我们的付出比人家付出多呀。我都90岁了，我一天还上两个班，我说你们只上一个班，我跟你讲，我说你一个班是8个钟头嘛，我两个班我得16个小时呢，哪里收三竿升未起啊？就是不知者了，就是文殊菩萨这样问，勤守菩萨用偈颂答了，佛子善谛听，入理的听，我入实的答，我也入理的答，回有数解脱，回有难处理，数解脱有的人一闻法，他就证得了，他就能够了生死。有的人呢处理不了，为什么？数解脱精进不懈，昼夜24小时，或者参禅，或者诵经，或者礼拜，
难处理，就是日出三竿身为钱，那你处理不了，那一天睡大觉不精进。为什么用勤守菩萨？勤就是精进。佛有时候对着这懈怠众生，就是精进为首；又对贪吝众生，就得布施为首。做散漫的、不守规矩的，就给他说戒律为首。佛是对机说法的了，六度万行也入世嘛。有的很快就证得了，有的是要一辈子、两辈子、三辈子，一修了好多劫还处理不了。一个是精进，一个是懈怠。毁欲求，要欲求出面，无量诸故呢，当与佛法中勇猛常精进。你要除离诸灭苦难，除离二种生死。但是这个除离的过程当中，你做很多的过呢呀，这过呢得消失了，这忏悔干净了。一个忏过去的罪呢，一个现在勇猛精进，再不做了。忏悔，忏悔，忏是忏过去，悔是改未来，未来再不做了，三途再不去了，贪嗔痴烦恼再不起了，从起处下手，不是造成四十，造成四十那就完了。起心动念，一定要观照般若，得有智慧。一天关照你这个思想，不让它懈怠。这个精进是讲你意念精进呐，把你念头看好。我们有那么句话吗？达得妄想死，虚如化身活呀。我你胡思乱想的办不到，成不了佛。这就能够树懈怠，懈怠你就不行了。要欲求出灭无量作过作过呢，当以佛法中勇猛常精进，不是一时，也不是我一段时间精进了，打个佛七，这七天精进了，完了过了七天睡大觉，没打之前就准备了，要养精蓄锐，我要打佛七了，先生。打完佛七了又睡大觉，这样精进不算精进的。心念常不懈，你的心的念头永远保持。有念念的精进，叫真精进。要与没有过患，要除灭一些过患，除灭罪呢，有勇猛精进呢。不精进，懈怠是成不了的。比如微烧火，乔施树令灭，与佛教法中懈怠者已言。火力又不大，柴火又湿，那你隔进去那火就灭了，不会再相续燃了。这火大无食材，你在水里泡的木头丢到大火里头去，马上看着木头干了，干了烧着了，化灰烬了。说你在修学佛法，修佛法当中，你要懈懈怠怠的，不能成，成不了。若钻水求火，未出而速洗，火势随子灭，懈怠者已焉。过去古来的取火的方式，是磨茶，用木头，用木头磨茶。钻木取火，大家你们都看不见了，打那个拿个石头火石，拿个火镰子打，拿个棉花掐在上的，这一打那摩擦就取火了。这意思就是说是钻木头钻摩擦的样子取火，那还没发生热呢，你又休息一下，完了再取，又休息再取，
永远发不出火，必须一气把它做成。说你要懈怠，好比你修行用功，将要有了些个难气了，你停下来了，难都没有。如果我们大家学过法相的，难顶隐次第一，这个四个地位你连难还没有呢。对，学佛法修行的连那个难还没发生呢，你怎么能去正果呢？不然持日拙，不以物成阳，火中不可得，懈怠者已焉。取火的很多方式，拿一个珠子，说火珠，把它在那太阳的地里头，我要取火，得必须对着太阳那个影子当中取。如果你不这样子取呢，你懈懈怠怠，一会儿取一会儿休息了，那火你永远取不出来。那过去我们那取火的叫耐草或耐蒿，专门生火呢。但现在打火机好方便了，啥也不怕，一打就打。那个时候没有，这是拿那个时候的做例子呢。譬如贺日照，童子避其目，过言何不懂，懈怠者已焉。没有智慧，威劣者，就像一个小孩子似的，小孩子的，他要他看不见，看不见，他没睁开眼睛，还闭着眼睛呢，那怎么看得见？睁开眼睛就看见了。说你对佛法没有听，也没有理解，也没有学，没人给你指点，你怎么能会去思维修呢？闻思修，这三会，你闻都没有啊，你怎么能会思呢？思就是思考，观呢，观是由闻来的，闻了之后而去观照，这就是从文字般若、语言般若，完了升起你观照般若，你才证得了实相般若。不然你得不到的了，这靠精进懈怠是不成的。入人无手足，欲与芒草见，片射破大地，懈怠者已焉。说欲人没有一个清净性的手，手是作用意啊，手能帮你做一切的。这个手拿着那个定的弓，定的弓，完了射你那个祸，射祸，破除你那个祸业。如果是你懈怠，懈怠，懈怠就说明你没有静心的一个手，又没有定的弓箭，你没有这个心定，你怎么能入佛门？就是卑劣的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，那当然是了，也没有那个慧见呢，见形容智慧的，摄你那个烦恼，因为你那个业啊，所造的业很深厚的，要没有智慧见，没有这个力量摄，穿不透的了，就是你那个智慧啊。得不到，射不透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达不到那个空意，没有空破出有，你效果得不到的，这种含义。犹如一毛端而取大海水，拿一个或者鹅毛也好，或者什么毛好，到大海里蘸，说拿这个把大海水蘸干，能办得到吗？就是说你的懈怠时候。想修成道啊，不可能的了。犹如结火起，欲以扫水灭，与佛教法中懈怠者也。你懈懈怠怠的，把你那个欲望贪嗔痴要想把它都熄灭了，办不到。
如有见虚空，端居不动也不摇动，而言普腾舍懈怠者已焉。说端坐不摇动，说虚空与空相，空啊不动就遇着空啊，要知道空性，知道空性，知道空性得靠你的智慧才能够证得，以智慧来破那个迷惑，智慧是明，破你那个不明，你才能够自在通要。不过你懈懈怠怠呢，就什么都得不到。好，今天我们再讲这里。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荣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风朴实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10甲的土地上，林木葱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3个不同的区域内。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欲往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有的嘴里放出食物，有的做哞哞声，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，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。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
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身协会。新逢准提菩萨圣诞，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。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，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。若有四众受持此咒，满900000遍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，悉皆灭除无余，所在生处皆得直遇诸佛，所有资具随意充足，速得成就无上菩提。修持准提法，蒙诸佛庇佑，光明广遍照，灭罪增福慧。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30分开始，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。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伊讲买一尊观世帝君的铜的神像，放在厝的客厅，厝有檀香，所以神像有供香啊，唔是逐工。但是最近有朋友伫厝发现一个现象，伊讲你这个神像无开光，可能的规模入去内底。啊，最近因太太参加法会，摕一张阿弥陀佛相片给因，有解强敌啊，强观世菩萨的。容易观世帝君的边啊，是吧？有佛教的神像，又有佛照，变话共用两尊神个分标准是这样：佛是咧重啊，伊是圆满的啊。观世帝君神做好法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至于开光呢？这个开光最主要，当然你老话都扯的话书去念开光安坐仪轨，那当然最好。如果无法多，至少你很虔诚念大悲咒嘛。啊，大悲咒，祈求诸佛菩萨加持。但是，一尊佛像能够圆满，那是因为白野狼的心呢健康，就给动要紧。你个动作一起混，哎，就是混；你个动作行，你就变行。你的心歪，人邪正神亦邪。重点是你自己的动机。佛代表什么？观世帝君的法德行代表什么？这是我们学习的，这个比较重要。Yeah.